绿化景观全部把它做好以后，现在这个墙就是一堵艺术墙。那一笔钱不清楚，古镇在群里边乱闯乱说。别搞了，你是包，明白了？你是包，你包个满意满点了。耶稣爱我，皮。 我爹就是喝口水牛奶的，妈，那我供不起的，就把他，那我供不起的，就把我借的那个，你放弃，但是牛奶呢，只有。三块钱。没彩呢。梦寐以求呢，走出国门，走向时代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是梦想成真了。 地方的哥阿莫的，家常的饭家普的饭，茶呀茶，过年才点滴滴的。